要往东到仙公庙，青山的仙公庙，可以在这边搭公车。要往西到麻豆代天湖，麻豆代天湖，麻豆武王庙可以在这边搭公车。要往北到嘉义太保高铁站，嘉义太保高铁站，所谓高铁嘉义站，也是可以在这边搭公车。要往西到学甲到田寮，田寮台湾四路到学甲了，慈济宫的话。嘉里新镇新公道、北仑门公道、萧龙文化园区到嘉里站，都可以在这边搭公车了。